峡谷胖猪星，哦不是，是金安猪。猪猪的狗熊，看看奥恩和狗熊的谁的数值更高？好吧。猪猪猪猪猪猪猪。特技能补刀加打人。OK。第一波换血小赚。OK， 打一场不是人和丁一起撤败圈，可以等下小丁吃好无论撤进的人丁一起撤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开配线了，狗熊要回家，稍微打断一下，再整什么？没整啥。在提安福和猪猪一起测新英雄狗熊和奥恩的强度。兄弟们，这波帅气单杀，还行。我感觉手游这个奥恩大招判定挺简单的，比端游容易多了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？这波。这波单杀算不算帅气？哎，走不了了，蹭一蹭不灭了。不要让他回，我们可以打装备，他打不了。日炎烫他，日炎烫，跟着他走啊！就是单杀猪猪两次。感觉狗熊打欧恩得有身份之后才好打，没身份之前感觉欧恩这个数值更高一丢丢。嗯，狗熊的一技能比端游差太多了，但是 W 技能比端游好，会有利弊的。直接撞墙撞起来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我现在打一个装备，就可以给那个打野狗头，他现在就有五次在外面买装备的机会，他就不用回家了，他有蓝有血就不用回家，可以在外面买装备，这就是手游的奥恩被动和端游的区别。哎，你看狗头现在杀人了，他现在是有钱买装备的，你们看现在狗头身上有幽梦，一会儿。发着发着野，他可以在外面自己买装备。这个就是，手游奥恩的被动啊，就是把你自己的被动，简单讲，兄弟们，给你们简单讲，就是把自己的被动转化给队友，让队友也拥有在外面打装备的机会。七级、十级、十三级可以给队友提供五次这个机会。你看，狗头没回家，但是多了一把长剑，然后他可以继续参团，这样他就可以无限 Q 兵，这样他可以在外面无限 Q 兵，也不需要回家。完成三次单杀。兄弟们，对不起啊，下手了。我就想给兄弟们展示一下奥恩技能。可能猪猪也没怎么玩这个狗熊星，正常，我俩都在测试，你们也不用，你们也不用太紧张，我俩都是在乱测试。哎，感觉手游还有挺多适合奥恩的装备，我还想出这个。出一个狂徒吧，出一个狂徒就不用回家了，就彻底我不用回家了。敲一下一岁往后拉，狗熊有身份之后强度就上来了，狗熊没身份之前感觉我能欺负欺负，有身份之后你看到了吧，狗熊强度也不低的。
是我们有那个什么，可以回血撞飞，没装起来，给野特技能减速大招，开卡特技能减速，回头敲一个不灭，哎我吓我一跳，这怎么突然来了个赛人，我还寻思我大招刚才不是放了吗，怎么又有大了，原来是赛恩来支援了，十级了，又有一次打被动的机会了，一会儿看看给谁打，哎我靠，我的被没收了啊，就是你没收的我西班，哎，这个赛恩真的好像欧恩的大呀，我刚才差点又以为我又有大，这赛恩的这个车好像，哎，给谁打一个啊，奖励要、哦、奖励赛恩一个被动，可以，赛恩现在有五次在外面买装备的机会了，然后这个赛恩这个不奥恩这个被动是可以给同一个英雄的，就你比如说你这把认准了队伍里有哪个大哥，你把这个十七级、十级、十三级这三次机会都给一个人，那个人可以在外面买十五次装备，小件大件都可以买。就比如说啊，这狗头这把你就认准了，这狗头玩得很好，把十五次买装备机会都给狗头，狗头就可以在野区随便 Q， 不用回家买装备，需要买装备就在外面自己买就完事了，就拥有很多的时间来进行发育。撞飞。挂大，再给特技能，再撞两个，再打一岁，闪现拉开，回头再撞一下，别急，这边拉一下位置，嘟嘟嘟，没办法，还行还行，这波团战还算漂亮，感觉奥恩的强度还不错啊，奥恩的强度还不错，而且在手游挺多适合奥恩的装备，你比如说双重守护就特别适合奥恩的被动，看到了吗？奥恩的被动可以提升27%的生命值，27%护甲，27%魔抗，那很适合再叠加一个双重守护，那个双抗就会非常非常的耐。奥恩打 W 没护盾了，早就没了，专有走早都没了。一个易碎，撞一下，再打一个撞冲击。敲一个不假鞋，嘟嘟嘟嘟嘟，感觉奥恩肉起来巨肉，帮敲一个爆头，奥恩有什么特别的附魔吗？我想想，哎，奥恩是不是可以附魔这个磁爪？哎，这个机会给谁了？奥恩是不是可以附魔这个磁爪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应用？我想想，磁爪控住一个人，然后放大，是不是可以提高命中率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先挂上易碎状态，放大，然后控住磁爪。哦，兄弟们，你们别说，这个磁爪还真是可以小用一下。我俩这一打四是不是有点太狂了，小撞回来一下，抵挡一下控制，再一个敲碎走位，扭扭、啊、不行不行、啊哎、还行啊，这附魔磁爪还是有点小应用的，就突然灵感迸发，试了一下还可以，可以接一下大招。然后手游和端游不同的是，它的 E 技能还有一个特别效果，就是撞到地形它有一个减冷却的效果，减25%技能冷却，看到了吗？端游是没有的，看减冷却，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 E 技能可以用了，对比端游来讲，先打一个小副本，准备开团，远距离开团 ，AD 往哪儿跑？直接撞起，配合队友拿下。奥恩，来自奥恩的远距离开团，
来自奥恩的撞墙，没撞起来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再打一个易碎直接带走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奥恩的基础玩法和端游是一样的，都能施加易碎效果，看到了吧？直接击飞，再打易碎。哎，你看，赶路的时候运用 E 技能。直接撞墙预判，这个盲僧往这边走位，兄弟们全是小细节。我现在有多少护甲了，兄弟们看一下，294的护甲，160的魔抗，我双生守护还没出来了。直接叫大，直接撞 AD， 再接撞，没撞到，可惜，还能救点。闪现拉开，附魔拉开，抵消一下控制，再给一个易碎，再一下撞。OK， 双生守护出来了，赶紧买一下双生守护，给兄弟们看一下我有多少护甲，多少魔抗。现在309护甲，171魔抗，赶紧找个人触发一下双生守护。完了，好像没机会触发了，能不能触发？触发不了了，游戏结束了，还行。